开始比赛。第一枪中投，到了一小步。也是一个易主的难度，前传有前直720度，这也有0.1的加分。他现在做了一个一勾半前滚的动作，后直900接前直360度，这是一个 D 加 B 的动作，有0.1的连接加分。宽臂慢提手刀力2秒前滚，啊，林超班的结束动作，见着后直1080度，可惜往前迈了一步，这个结束这么一步要扣0.3分了。是资格赛中国队全能成绩第一名。他的第一串跟头是后直1260度，就是3圈半接一个前团，两串跟头完成的都不错。后直900接前直540度，完成720穴，宽臂慢提手刀立，要达到2秒才不扣分。我们看他的结束动作，后直1080度，稳稳的站住。邓书弟这套动作完成的比较干净，我想。擦起倒立单环，这是一个地主的交叉，做一个反交叉，这也是同样是一个地主码头的挺身，螺丝挺身转体1080度，也是一个地主，纵向前移后移，他在下把这稍微有了一些还是有一些紧张，下巴完成有一点小的瑕疵。因为之前我好临近凌晨准备上场，
马头的打滚360。好，这个地主的交叉，又做了一个反交叉，钻进90度起倒立。三圈节奏很好，纵向前移，从一个马端到另一个马端，然后紧接着后移刀又移回来，这是两个地主的移位。我们看尤浩这套完成的也不错，我们看裁判怎么来评判他这套吊环。从前两刘洋在资格赛上也是吊环这个项目排名第一位的选手，它的难度大，动作规格好。我们来看，先是翻上层水平试坐，拉上层倒十字，也是一个地主的难度。后摆层水平试坐，前屈两周，放下足十字。你看位置非常到位，另外时间也充裕。接着有倒十字，前团两周接一个水平十字，我们看也是做得非常标准。他的用力动作无可挑剔。后摆层倒立，向后大回环，是底线，微微的一小跳。吊环这个项目，中国队预赛两位选手。直接拉上层水平的支撑，后摆前屈两周，后摆上层水平的十字，抬头亮相。直抵后翻成直角的一个十字，水平的十字亮相，说明我们运动员的能力力量极强。停够两秒，啪，抬头亮相，前摆上成倒立，前摆直抵后空翻两，后翻两周，直抵要比屈抵和团身的翻转要更难。后摆上手倒立，一次到位，动作无可挑剔，比较干净。下巴也是直体720下，动了一小步，这要扣0.1的落地分。Six. Swings the top. Triple twist.
而是双杠的第四名。倒立伸直非常好，挂臂的后团两头挂，这也是一个艺术的动作。后上180，后上倒立，动了一小下，大回环后屈两头挂，替佩尔特成悬锤，艺术的难度，动作的非常的洒脱。蒂贝尔特成支撑，马上成倒立，西里，我们看他做下法了，团体成功两分，转体180度站住了。另外，他这个下法是很难站的，这是一个这么难的动作，他盯住了。奥和邓书弟，但他的动作的规格质量要比较好。我们看他的倒立非常直，脚尖膝盖后上倒立，大环360是大环躯体，后空翻两个挂臂，前空翻成挂臂，蒂贝尔特成悬锤，动作节奏比较好，倒立转体180，又做了个蒂贝尔特成支撑，马上成倒立，西里华尔，我们看他这一动不动，下法两周下又是站住了，非常漂亮，他这套动作很干净，好样的，所以说他的一分要超过刘浩。我们看林超旺的得分15.90分，这个非常有。Under somersault half turn to pull that back in a little bit. Long swing double pike. Arm bend there. Needs to keep focused. Nice grab front. Pirouette. That should have been a tippel into the swing out. Big deduction.There's a tippel up into handstand. The healer needs to stick this dismount. Double pike, step on landing. Well, that's the door open, doesn't it? Because that was a coming up. 加油，小伙子们！360，直体特卡切夫转体180度，中川接直体特卡切夫，跟郑涛540扭，中川360，接马凯洛夫。大回环540扭，跟反掏360扭。下发，站，动了一小步。他今天的杠上还是比较紧张的，所以他好几个动作的放手一搏。
转一百八，给泰卡切斯转体一百八，看看要做确认，不比泰卡切斯。这个位置也不好，中分360给马加洛夫，中分交杠，没有使用旋风方，十比七八旋，但是站住。要比出气势来，我们期待他力挽狂澜。实体穴位杠完成的，还有一个繁身的穴位杠，非常的高飘，穿一百八，马上接，实体跳卡切夫，全体一百八，空穿360，马上接，马尔凯洛夫，下半。动了一小动，他这一套的起平分达到了7.4，我们看裁判怎么给他打分。张成龙7.4的成套，完成分只要达到8.466，中国队就能够获得冠军。体操是一个打分项目，难度分是死的，完成分是活的。中国队拿了冠军，中国队创造了体操自1950年以来第一个连续获得6次男团世界冠军的国家。张成龙凭借着15.96分的总分，获得了张成龙中国队获得了6连冠，百年体操史上第一个获得这个成绩的国家。是啊。